Hello，大家早，大家吃早饭了吗？我在益民买了一些面包什么的。然后还有这个酸奶，抹茶芒果，我挺喜欢吃这个。好热啊，我们这边已经有30多度了，然后我现在感觉一大早就出汗了。我先吃这个，是那个益民的海苔鸡排饭团，让它加热了，就先吃这个。这个香肠不知道是从哪边掉出来的。这个里面是有火腿，还有肉松，然后是那种奥良烤鸡肉。这个是泡芙，这个酥皮掉的有点厉害，我最喜欢吃就是泡芙上面那层酥皮了。这个我忘记让它加热了。加热一下应该更好吃。它这个是，它这个上面是提子干。你们都比较喜欢吃益民里面的什么面包啊？
个是奶酪包。我今天去的时候，好多我想吃的都没有了，感觉去一鸣，我每次都凑不好时机，好几次去买都买不到我想要的。我感觉这个奶酪包没有我之前买的好吃，好像奶酪变少了，里面夹层根本吃不太到，以前的话里面是很明显能吃到奶酪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喽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